江恩亨父子庄现身机场，穿八亮眼朝范十足凤凰网娱乐群。近日，演员杜江带着儿子恩亨现身首都机场。当天，杜江以一身机车夹克搭配时尚与舒适兼具的袜子鞋，酷帅有型。恩亨穿上和爸爸同色系的西装，变身小小绅士，机场示范时髦父子装穿搭。由于许久未露面，很多热心网友一度将恩亨小西装送上热搜榜前十，人气可见一斑。在机场，杜江一路手牵着蹦蹦跳跳的恩亨，还不时贴心为他整理衣服，画面十分温馨有爱。分享赞相关阅读。